关于嗰个疫苗嘅通关嘅问题，即系我谂好多市民都系希望咧，打咗疫苗之后咧嘅，即系可以俾我哋便利我哋出行啦，可以咧通关啦，有个健康证明。咁请政府咧，真系要落力啲帮我哋手咧，去同唔同嘅地方咧去做呢样嘢，系一樽难求啦，攞唔到樽啊，因为。所以有啲人咧就晨早去排隊啦，然後攞完之後咧就買翻俾嗰啲從業員、飲食業啊、美容業啊嗰啲咁，$100一個樽啊。所以阿局長真係希望你咧可以盡快處理呢一個攞唔到樽嘅問題。